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还差一个。你很喜欢数数哎。他昨天进来的问题是，说他如果去中国好声音，他觉得自己能拿第几名？他说拿第6名。问他为什么？因为一二三四五六。啊，就是我就知道大家会懵。你这是密码吗？就是顺口，所以就一二三四五六。嗯，这样子。好，大家还是没有明白。我一般密码是这样设的。这么简单的密码，我听得懂又听不懂。你怎么听不懂？在讲我熟悉的语言，但是我不明白在讲什么。就是规则啊。对，听不懂。好像我听懂。这是八个。如果对面赢了，就是他变八吗？但是他们今天选择的这个不是他们七，然后如果拿了他的八的话，他们就比我们多一个。本港乐真的。为什么你会知道啊？因为他们刚才说，你喜会不会觉得我们蛮疯的？有一点点。你想象是什么样子的？会是？啊，我就是知道大家会这样，但是我没想到会这样。真的、啊？我们是？我你听懂了吗？你听懂了吗？这样是什么意思？大家会在一起就是这样聊。但是没想到会这么聊，这么 open。你没有想那么聊到，没有那么夸张，对不对？其实真的这边可以很夸张都可以。